那要是选着福耶哥，那不无敌了吗？啊，但也不一定啊，他需要地形呢。选到福耶哥一裂势了，咔嚓一重开，哟我操！一级不学艺了。沉默，打着武器大师，咱就不学艺了。哎呦，我卡我位，他应该快升了哈，不着急。沉默。起立，沉默，刺儿走了，刺儿，刺儿，起立。小丑来了，起立，沉默，还点二级 W 呢。刺儿点燃，闪现刺儿。其实刚才这波蓝不够，哎，我饼干没吃，我刺儿玩意儿沉默，他妈沉默没蓝，哎呀，七十多点蓝，气死我了，哎呀，哎呀哎呀，赶紧把这饼干撇了，瞅着饼干就难受。干嘛要换？其实可以不换，我可以直接杀他，我饼干忘吃了。不够细节啊！我决定这把三级 W 再组一组。哎呀，药都没买，天！哎呦我操！你还出这玩意儿了？我沉默，起立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。起立，平 A， 沉默。请问武器上一波交没交闪现？起。沉默，哎，死了，刺儿，起立，刺儿，四个兵，交了是吧？行，回家了，不回家吃个塔皮。起立，再见，回家了。
贪婪，我们可以贪婪。他还跟我出萃取，天！你真当我这大虫子是跟你对发育的呗？啊？我是跟你对发育的，是不是？武器大师。刺儿，沉默点燃，起立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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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我是不是跟你对发育的？在不地儿，死死吧。我想想啊，来个药。关键我这皮孩他不给我呀，现在呀，我这皮孩得9分45秒才给。750出门，那没办法呀。刺儿，起立，给我追！沉默，起立！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我已经很大了，现在能在线上吃3个人已经相当大了。回家出双火护手吧。小驴人细节不错，这波 Q W 过去应该死不了 ，Q A W 应该不死。你们说我要不要去他阻止他拿峡谷先锋呢？那冰女往我这边走了，我该怎么办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沉默，刺儿，小丑搁旁边呢，没关系。谢谢你的蓝 buff。 哎呀，起立没起上来，刺儿，起立，
回家了，那我吃一血塔吧，把我们家蓝 buff 给我们打了。哎呀，挺烦人。临走吃一个，你跟谁打呢？啊，咋那么狠呢？跟我打啥呀？我回家就不让，那把你杀了吧！那打个爆破的变大。真够疼的呀，小丑是不是来打红啊？回家，我第二件直接聚酒怎么样？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我觉得行。这把也比较的顺，咱也不用纯右装，直接来个聚酒。趁着还有蓝 buff， 赶紧吃个小兵啊！你往我这儿走啊！这家伙！真秀啊，啊，真秀，宁是真秀，起立，沉默，往我这走不给我投了吗？你说他打个一杠五的，他打那么费劲，还秀呢？秀个屁！我记大师搁这里了吗？刺儿，刺儿，起立，沉默，真脆呀！我记大师，啊，差点钱呢。哎呦我操，这塞纳这么疼吗？不好意思，小鱼人是必死，那盒
手撕是随便手的。小龙打不打呀？算了，你们要不打我就吃兵了，行不行？拉倒吧，我吃兵了。回上路收线的，省着武器大师一直带。这波再等三十秒回家，最后吃一波。把这峡谷打了吧，对呀，你把峡谷打了，我再吃一个。谢谢，我心爱的梦中女孩。一个小丑快咬，哎，漂亮！我们又吃人，又吃峡谷先锋。巨型九头蛇，再出个振奋。开心了。先锋怎么没了？他把小给小绿人了，可不没了。你说你连个一啊、哦，你也一杠四啊？你连个一杠六的都打不过，你说你一杠四，你丢人不？啊？一杠四打不过一杠六，简直了！薅着就别拿了，杀个塞纳吧，蓄力。你为什么要摸我一下子？我没明白啊。还有你为什么也得摸我一下呢？非得，你说你摸那一下干什么呢？就啊，就非得要摸一下了，你说这人呐、啊，就是不摸就是不行，其实就别摸了呗，非得摸那一下子干啥呢？简直打个红吧，来人了，把那小丑盒给他打了。吃一个吧。上路没了，回家吧，先不拆了，出点装备算了吧。你说你们家也不守，我不拆我像个人吗？
溜了，是个冰女得了，要我说，哎，是个冰女吧，这家伙的。不吃冰女也不行。啊！应该让分女给我套个盾子好了。来个振奋。振奋出完，出个啥呢？出个石像鬼啊！这把冰心儿怎么样？出个石像鬼吧，冰心儿不好用啊，来个石像鬼。黄土也行，黄土石像鬼，石像鬼吧，石像鬼大一点。万帅。吃个三棱，我已经满了，这吃小怪已经没用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漂亮！让我吃一个，让我吃个人吧，离我远点，变大。又大了一点啊！快点，谁过来让我吃一口？我能吃985。呀呀呀呀呀呀！别跑！别跑！给我吹风！沉默起立，致命点点燃呢？为什么要摸我？起立！沉默。哎呦我的蓝枪，哇，你们让这武器大师秀屁了，给秀的小丑，你是不是真的啊？是小丑给不给你？怎么的？你给我起来，小驴人，这做的不对啊！沉默刺儿，哎呦，终于吃一个了，把小丑杀了。算了吧，我们这种笨逼还是赶紧回家出个装备，变个大一点。爸，爸，我的心魔正在蠢蠢欲动。
这还不加血呢，这。打条大龙吧，兄弟们！就你叫大龙啊？啊！我没有他大，好像他比我大一点。让我吃的，忘记反甲没忘啊？但是反甲不是得1900才能出来吗？反甲钱不够。哎，小龙，一波也行，一波了吧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我进泉水干他们一波。猜吧，跟我冲，兄弟们！帮你猜一下，你以为你进了泉水就能有？哥，猜吧。我吃他好了，我没吃着，哎呀，没吃着。哎天，那个护盾好像不好使啊。那护盾好像没，哎呦我操 ，MVP 不是我的，我佛了。